您二位是中戏八七班的同学是吧？对，这个这是您老班长。老班长，老班长。那个当时上学的时候，你他说你们班女同学都没有喜欢他的，是真的吗？哎呀，都不喜欢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的形象，当年是一个特别汉子，大帅哥。他是特别逗，他是一个叫什么？我想是一个叫矛盾综合的统一体。嗯，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他呢，你看他现在啊，比上学时候还年轻。哦，他上学时候留大胡子的。嗯。是络腮胡子、哦、上学时候就很二十多岁大胡子、哦、特别成熟的感觉，然后呢又是当过兵、嗯、然后又是我们的班长，这哪个是您呀、啊、扎那个领结的那个，那领结歪了那个、啊、领结那个歪那个、哦、对对、哦那上数第二排中间穿中间黑西服，中间系领带戴礼帽同学戴礼帽的旁边，对，这是老杜，是我们的片段，我们独幕戏片段和独幕戏，我们迷游之死演出结束以后，对，对吧？对，还有鲍国安老师在，鲍国安老师哇，你看，哎呦，那中间那女老师是常丽老师，常丽老师，啊、哦，哎呀，这里头好几个腕儿。冯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啊，就是他是一个挺可爱的人，但他不张扬。上学的时候是这样吗？就这样。嗯，性格比较内敛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，有内秀。内秀。内秀。嗯，对。然后实际他不是我们班的最大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最大，但是我们班、哦、从外班到我们班都统称为他老大。嗯、哦，为什么我说是矛盾综合统一点、哦？他们家是老小。啊、是老哥的，最小有姐、哦、那么多哥哥姐姐非常爱护他，到了学校成老大了，对，特别的装老大，也不是，他是有领导才能，有组织能力，不是我，因为当过兵嘛，过兵，因为部队、这个、部队入的党，对，他很成熟，年龄呢也是我们班偏大的，偏大，所以呢你就得就说，你看我起得早吧，我们的台词老师，我们的形体老师，对，都到了，比我们还早，在操场等着我们的。嗯，现在我们的中心那个小操场，这个尤其我们的主讲老师赵志胜老师就住在学校了，对，他住在表演系，那几年就住在办公室，为了带我们班，嗯，非常不容易，很辛苦。后来您二位合作多吗？除了这次合作以外，我们班我们俩合作是最多的啊，最多的。实际上呢，这是我们俩是闺蜜啊，就我们俩闺蜜。对，就是同居了，同一部戏里头好几部戏。对对对，都是我演他的手下，我永远是他的领导。对，啊、真的呀。我演副局长，他肯定是局长；嗯、我要是刑警队长，他肯定是副局长。对呀、对对对，就我们俩的人物关系。对，赵局，有什么紧急任务吗？魏东很可能已经暴露了。不可能啊。我相信魏东的能力。废话，你和迪凡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魏东也一样。我不想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什么意外。周局，要不豁出去放弃这个案子，我跟迪凡把魏东营救出来。自势必，魏东要归队，案子也要破。